持人 James 主持的节目 The Late Show 迎来最后一集，而此集的嘉宾正是好友 Adele。 节目一开始 Adele 就直接到 James 家叫他起床，方式超爆笑。两人还演唱多首歌曲，满满回忆涌上心头。而其中最经典的 Rolling in the Deep 都让粉丝嗨翻。而歌曲 I Drink Wine 的灵感启发也是来自 James， 所以每当他听到这首歌时都会感触很深，速度哽咽，场面感人。两人的友情让观众看得相当感动，也对节目的结束相当不舍。